坏人。小我都被打脸了。哇，大跑越来越强了，九点而已，差不多啊，九点十几分。前带杀分，可以啊，接下来再换人吗？我已经放很慢了，好不好？先看了一下是被动，才决定要不要冲了。不过那感觉还没练起来，再多练几次吧。大头，让我跟袁斌打你两个。哈哈哈哈哈！打他们两个。何伤啊？哎呀，好意思呢，大哥。我让你来抓，我跑不动。在叫你啊！没有，他刚刚那个大头跟严斌跟那个佳琪啊找你啊，他打有名啊，找你是做小兵吗？没有啦，哎，要卖我们两个，打他们两个，看他要不要，要大头啊？
换下要的呀。他们两个跑不动了吗？佳琪跑不动。佳琪是大腿稍微拉伤的，他照样拖。他要打在前。他太猛了。啊，他是冲来冲去的。冲来冲去跟我小孩啊。那你儿子找？对呀、啊。他不帅。冲来冲去的。那佳琪在叫什么？人家又叫你啊，对不对？人家就叫你啊。更强，也更强。不会不会，那个冲来冲去。这个大哥有人讲吗？那个佳琪，许佳琪啊。要许佳琪。对，一组头哎。一组的头。对他以前是跑一组的最前段的。我问他是不是选手，他还跟我说。当然要客气啊。我跟那个许佳琪，对，袁无许，啊，哪个佳？佳，徐佳的那个佳琪。哦，佳琪，对呀、啊，佳字国平，对，徐佳字国平面的那个佳琪，名字也很好。对啊，他也是在我们桥下的啊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他打很多球的，他桥下也打，中心女就桥下是中心女，徐冠宇球也打，快的国小也打，我们都是这支球队的球员。你热衷打球？爱在混，他很厉害耶。对啊，他那单打手，他是单打手，单打手，所以他那个都几乎都跑得到。他之前膝盖是受伤哈，对他刚跟我说，他也是单膝上了好久，开刀好了好多次，现在膝盖好了好，结果他说大腿拉伤，会拉多久？所以他应该有在教球。偶尔，他是正式说当教练这样教，他还有就兼着，是他有自己的书。他以之前是做那个北区，就是新竹苗栗以北的那个富力特的总经销。哦，到现在他好像就不做了。因为现在富力特有点落寞。对呀、啊。以前富力特难度比较正式，那是选手。对呀、啊。因为有签约选手。他之前是北区的。